昨天贺总给我打电话了，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是今天下午就跟我们签约，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没看错人吧？哈哈哈哈哈哈！赵总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要全力以赴，是不是？你是我见过的女人里边最拼的一个。让赵总见笑了，是不是？哎呦，像我这个年纪。 不拼是不行的，我老公每个月就那么点死工资，这家里呢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想让我儿子以后出国留学呢，所以我就想趁我现在能拼的时候多攒点，以后啊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所以啊，周燕，我一直特别欣赏你，有目标的人才会全力以赴，对吧？今天我把你叫过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什么任务？您尽管说。你也知道，我是做包工头起家的，咱们坤乾公司主要还是做建筑工程。其实早几年呢，我就想做房地产了。盛江就是我专门做房地产项目的公司。现在我打算把它交给你，正式请你担任盛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总经理。 天哪，赵总，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周燕，我考察你很久了，咱们坤乾只有你能胜任。前两年呢，我在罗塘买了一块地，因为一些原因嘛，放在那儿一直也没有开发。我现在打算让你去开发这块地，看看能不能在这块地上建一个高档的公寓楼盘。 我是第一次接触房地产，您就不怕我把这房子建好了，然后卖不出去啊？你放心，我从来都不会看错人的。你不用怕，更不要有压力，我在后边给你坐镇呢。怎么了，周岩？哎，你这还犹豫啊？机会不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不是，我知道这个机会特别好。 我真的，我心里有打心眼高兴，但是，我太感谢您了。但这事儿吧，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能不能容我考虑考虑？行啊，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好嘞，谢谢赵总。嗨，你太客气了。那我先走了。好。 等你的好消息哦！哎，赵总，我让你准备的钱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赵总。我不明白，这罗塘新区建立新居民委员会，咱们为什么要捐钱啊？ 还不是因为赵小能这个蠢货，本来呢我是让他搞定罗塘村那些村干部，他倒好，让李博文那群人弄得乱七八糟，还被警察给抓了，害得我什么都不敢动。现在这个社会啊，靠地痞流氓那一套，不行了。所以啊，我想借这个机会去捧个场，顺便探一探这个陈小静的底。 现在有请滨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邢晨讲话。刚才，120名党员选出了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选举符合组织程序。下面我宣布，罗塘新区流动党支部成立。 恒业电子公司总经理孙希梅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姜万涛、海新东、蒋传红、李兴德四位同志任支部委员。祝贺你们！希望新当选的领导班子
带领党员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团结罗塘新区所有外来务工人员，为建设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为罗塘新区的未来奉献青春。接下来呢，有请坤前公司的赵大坤先生上台，大家欢迎。赵大坤先生代表坤前公司为罗塘新区新居民委员会捐款20万元。陈所长，赵总，早就听说您到罗塘来了，知道你们忙，一直也没敢打搅，今天才见面，感谢赵总慷慨解囊。哎呦，看您说的，千万别这么客气。之前我弟弟赵小能给罗塘添了不少麻烦，也让你们受累了，我这就是一点心意，聊表歉意吧。赵总要是真的想表达歉意的话，那就想办法劝赵小能早点回来自首。哎呀，我也想啊，可这小子一点音信都没有。你说你们警察都找不着的人，我能有什么办法？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有我们的办法将他绳之以法。那就好。他这是咎由自取啊。赵总是个明白人，在法律面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肯定不用我多说了。谢谢陈所长提醒。放心，我绝对是守法公民。那就好。罗塘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数基本上已经摸清楚了啊，有近20000人，流动人口登记的目前已经有上万人，而且我们已经组建了将近大大小小10几个群众组织，并依靠这些群众组织啊，正在收集这个外来务工人员的租赁房屋的信息。都有哪些群众组织？说说，一定要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好，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呢，有义务巡逻队、义务消防队、义务宣传队、义务环保队，还有这个义务调解队等等。那规模比较小的呢，就有这个鹊桥小屋、老乡帮忙团、蔡大姐驿站。蔡大姐驿站，嗯，是做什么的？就是一位四川的姓蔡的大姐。跟7、8位不同年龄的女同志成立了一个蔡大姐驿站，专门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问题。你别看这些群众组织人数不多啊，但是作用很大。像这个老乡帮忙团，如果两个不同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发生了矛盾纠纷，那我就可以直接找两个地区的老乡帮忙团，由他们出面调解矛盾纠纷。他们语言相通啊，又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处理起来呢比我们容易多了。嗯，乡土、乡音、乡情，有点意思啊。嗯，我感觉把这些外来新居民组织起来后，罗塘似乎一夜之间云开雾散。是，俗话说嘛，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啊？不管我再努力、再辛苦，也就一双手、两只脚，干不了多少事儿。还是枫桥经验这个法宝好用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行啊，你王吉祥，这么快就找到这把钥匙了？嗨，这把钥匙啊，其实一直都在咱们派出所，我只是学会了怎么使用而已。翘尾巴了啊？哪有？我可提醒你啊，光会使用这把钥匙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把钥匙在新时代下发挥更大的作用。外公，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睡啊？上年纪了，睡不着啊。哎，对了，你外婆给你熬的银耳羹还有。正好我饿了。快去快去。嗯。小静啊。哎。我看这两天您州电视台连续报道了好几次这个罗塘新区未来人口普查和登记的情况。
搞得很热闹啊。看到了，还不止这些呢，我们还成立了罗塘新区新居民委员会，建立了流动党支部。另外，我们还成立了义务消防队、巡逻队、环保队、宣传队、调解队等十几个群众组织，厉害吧？把你们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看来让这个周建斌当罗塘警务站的站长，算是选对人了。那得感谢我外公啊！嗨，再说了，也不止周叔一个人的功劳，他有个徒弟特别厉害。徒弟？谁呀？叫王吉祥，好多点子都是他想的。哦，他的徒弟也很厉害。哎呀，好啊好啊，这样优秀的民警是越多越好啊。没错。喝好了，早点睡啊。辛苦了一天了。那你快睡吧。师傅，走。没事吧？没什么事。我听说黄雅菊参加了什么义务调解队，她的身体怎么样？还吃得消吗？黄阿姨啊，跟这些调解队的大妈们每天在一起到处转。我觉得他应该挺开心的，而且他有按时吃药，我看他的精神状态还有气色都好多了。那就好。啊，对了，师傅，我查了一下，在罗塘新区像黄阿姨这样的独居老人还有几十个。我准备都去看一看，登记核实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觉得咱们呀，可以建立一个定期巡访制度，您看怎么样？行，照这样下去，我就可以提前退休了。别呀，师傅，我还想跟您学一辈子呢。少了这一套，我还得享享清福呢。哎，对了，丁奶奶，您儿子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王警官，我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我孙子孙女也都在外地读书。他们辛苦得很。我呢还能动，我一个人住着挺好的。那你也得多当心，毕竟身边没有人照顾您，万一您要有个什么事儿，您给我们打电话，怕来不及。丁奶奶，米跟油给你买回来了。哎呀，哟，挺巧啊。哎呀嘿，志强，这是王警官，王警官。他叫白志强，这大半年的多亏他照顾我。丁奶奶，你还是放厨房啊。好好好，放厨房。哎，你跟丁奶奶是亲戚啊？你管着吗？你要是亲戚的话，就常来看看，人家老人家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啊，王警官。你误会了，志强不是我亲戚，他就是看我一个老太婆没人管，他才时不时来看看我，帮我买买东西，收拾收拾院子。志强这孩子特别好。干嘛？别这么看我啊！我不是做好事儿，我就是租过丁奶奶房子，没给房租还债呢。哎呦，还什么还啊？就一个月的房租。你都给我干了大半年了，谢谢你帮了我的忙。奶奶走了。好。张队。张队，都已经查到赵小能的藏身之处了，那为什么还不去抓捕啊？你说的倒容易。满世界的去抓他，即便把他抓回来又能怎么样？他就是个小虾米，费那么大劲抓他犯不着。他在外面再怎么折腾，还是在我们控制的这张大网里，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收网而已。那李博文的案子怎么办啊？放心，根本不会影响对李博文的定案。抓紧时间把李博文的案子结了，咱们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区治安的整顿上，一定要把社区平安这张大网扎紧扎牢。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您啊思想进步了。进步了不好吗？你不要以为我当民警时间长了就不要求进步了，哎，要干到老学到老。陈所说的对，在基层派出所，我们打处中队的精力就应该放到办小案上，要从社区平安和群众的需要开展工作。那现在群众需要的就是一种安全感，那我们打处中队就要清除这种不安因素，让老百姓呢有安全感，让社区成为夜不闭户的幸福家园。张队，我看您这从副主任科员调到主任科员，这工作思路可是一下子就跟上陈所了呀。看来这人啊还是得需要提拔。哎呀，我这个主任科员不仅仅是陈所对我的关心，那更是分局党委对我张世华的肯定啊。我要是狗屎一块，那别说主任科员了，我这个打处中队的队长还能不能干都很难说啊。这个我赞同，张队您的业务能力摆在这儿，那陈所长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哎，话可不能乱说，咱平心而论啊，人家陈所一个女同志，那无论思想境界还是工作能力，那都比咱们强。自从陈所提出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的工作思路，那咱们所的各方面那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啊。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你说你服不服气？服，这个我肯定服气。哎，那服气就完了，那还说什么？哎，张队，张队，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事儿啊？说。我想把白志强的审讯记录啊，再调出来看一下。案卷已经交到档案室存档了。存档了。行，我帮你找吧。哎，那太好了。这是白志强自己写的案件过程，里面还有手机店老板和现场证人的笔录。啊，我跟你说啊，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一定是越详细越好，有时候胜败就在一句话上，你仔细看。好。怎么想起来调阅审讯记录了？啊，陈所，我想好好了解一下白志强这个人。白志强拘留半个月，早就出去了。怎么了？他又犯事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我突然犯了个错误。白志强最开始是想带着十几个老乡来罗塘新区淘金的，因为没什么技术，所以一直没找到工作。一帮人整天无所事事，不是打游戏就是闲逛，偶尔打打零工，这手头啊也就越来越紧，就想到一些歪门邪道的事儿，还被这个当地的群众当成流氓团伙了。最开始呢，我也觉得他老是给罗塘新区的居民惹麻烦，特别讨厌他。可后来我发现他的本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坏，是犯过一些错，但是还是有善良的一面的。所以我想接触接触他，看看能不能帮到他，引他走上正道。哈，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行，那你慢慢看吧。行啊，拜拜。哎，为什么想要帮教他？枫桥经验的工作原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觉得要是把白志强教育好了，我们警务站不就少个麻烦吗？有点你师傅的范儿了。嗯，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宝，以后要好好学。是，以前在警校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当刑警啊，老师讲枫桥经验的时候呢也没太上心，后来啊来到派出所，跟着我师傅也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所以以后有机会啊，一定好好补上这一课。回头我给你拿本书。真的？那太好了，谢谢陈所。邢奶奶，上次那小警察找你来了。哦，王警官，你来了，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是路过来看看您，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顺便买点水果。哟，你太客气了。不客气。丁奶奶，没事，我先走了，你们聊吧。丁奶奶，我也先走了，
您记得啊，有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啊。啊，好好好。啊，再见，您奶奶。好的，好的。再见，再见啊。哎，你等会儿。干嘛呀，王警官？我又没犯事儿，还要抓我呀？谁说抓你了？那没什么聊的。我觉得咱俩有挺多可以聊的。这几天我打听了一下你的情况，知道你从老家来罗塘打拼不容易。这样吧，以后你要是能遵纪守法的话，我想办法给你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怎么样？哟，怎么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不是要跟我死磕到底吗？现在给我找工作，三岁小孩儿，我耍我？我没开玩笑。没开玩笑，那你拿出点诚意来。我跟我那帮兄弟一块儿从老家出来的，我自己一个人有工作不行，你得帮他们也找。那恐怕有点困难。你一个警察安排个工作还有困难？警察可不是万能的。算了，我这种人也没人敢用。你站住！要是我能办到呢？你要是能办到，见你面叫你声大哥；你要是办不到，见我叫我声大哥。行。师傅，这是我同学送我的上好的茶叶，您尝尝。你同学干嘛送你茶呀？你又不懂。我是不懂，可是您懂啊。碧螺春，这都喝得出来。别拐弯抹角了，又有什么事儿了？不愧是我师父，我确实有件事想求你。您人脉广，看看能不能跟白志强，还有他那几个小兄弟们，找份工作。你想把警务站改职业介绍所呀？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他们找工作了？我认真了解过了。其实白志强这个人吧，本性不坏，我是想给他们找份工作，那这样他和他的那帮小兄弟们就能安定下来了。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更何况你一下子给十几个人找，就是不容易啊，所以我才求师傅您嘛。我毕竟来罗塘时间短，没有您的面子大路子宽，所以我只能尽量去托人，但是不一定能行。那我先谢谢师傅。这儿还有两包茶叶，就当是托人孝敬您了。你这是贿赂我。哦，师傅不能收啊。那我拿回去吧。别动，走人。谢谢师傅。不对，又错了。不是说了吗？你先别管这个小数点，知道吗？你就直接按照没有小数点这乘，乘完以后把小数点挪过来就行了，懂了吧？继续继续，来啊！我回来了。啊，回来了。妈，你回来了。哎，儿子，写作业呢。嗯。妈，啊，还是你辅导我吧。我爸，他总训我，一点耐心也没有。哎呦，你小子，你还告我状啊？你爸就是这样呀，对外人很有耐心。对咱俩就是一点耐心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你怎么也跟着瞎起哄？是他写作业啊，一遍一遍的错。哎，你长点记性好吗？啊？没有，儿子说你还不承认，你的确有这臭毛病啊。但亮亮，我觉得爸爸说的也对，写作业不能马虎，得认真，不能一遍一遍的错啊。啊。对啊，你看妈妈也这么说了，快快快，咱们再来一遍。亮亮回房间写作业好不好？妈妈要和爸爸商量点事儿，行吗？嗯，好，来。嗯，可算解脱了。把手也拿着。来。嗯。认真点哈。嗯。怎么了？有件事我纠结好几天了，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我想换个工作，行吗？好啊，想通了，早就该换了。赵大坤啊，让我去盛江当总经理。总经理啊？又是那个赵大坤啊？
咋啦？那盛江不就是他那个什么房地产开发公司吗？啊，让你去当总经理，他凭什么让你去当总经理啊？不，什么叫凭什么呀？凭我的本事，凭我的能力啊！哎呀，周燕，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就没有往心里去过？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你知道吗？那周大坤，你了解多少啊？啊，他怎么就敢把公司交给你？你心里不害怕、不发虚吗？可人心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就一点本事都没有。那要是你有本事，那你出去赚钱呀。我宁愿在家里面洗衣服做饭，我看孩子，我乐意呀。是你不愿意换工作是不是？这不是说你的事儿，你怎么说到我了？怎么又扯起这个了？这不是事实吗？事实就是这样啊。哎呦，行了，葛晨曦，我知道我劝也劝不动你，你愿意干什么那你就干你的好了，我不干涉。那同样呀，那我的工作你也别拦着行不行？那就是我的意见你不听呗。这话说的，你去81890的时候，你听我意见了吗？啊，你通知都没通知我，我让你换工作，你听我意见了吗？没有吧？本来心平气和的跟你商量一下，你说你干嘛这么说话？你要是这么说，我还非得去当那个总经理。喂。哎，牛总啊，我是周建斌啊，他叫白志强，25岁，有没有那个不需要学历的工作啊？现在的白志强跟以前不一样了，好久没联系了，想请你帮个忙。老姨，帮忙吧，他要是没变好，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呀？你比如说收收仓库啊，看看门啊，这都行。哎，杨厂长，哎。那个人是会变的，那好，没事，麻烦了，那就不麻烦你了。陈少平证不要，老一证也不行，你看看。师傅，给你添麻烦了。我也没想到白志祥的名声这么坏，这哪儿都不要。但是师傅，您可别让我栽跟头啊！我可是在白志祥面前夸下海口了，要是找不到工作，这不是给咱们警务站丢面子吗？你跟白志强夸什么海口？师傅，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该帮他呀？你要是觉得我做错了，那就算了。什么叫就算了呀？办多少份呀？师傅您茶凉了，我重新给你沏一杯啊。周警官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哎呀，今天是什么风把您吹过来了？我看你是满面春风，生意不错吧？我生意不错，那不多亏了您的帮忙吗？生意上我没帮过什么忙。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化解了我和我岳母一家的矛盾，打开了我的心结。哎呦，不然我哪有心思做生意啊，对吧？你看现在我心情舒畅，做起生意来自然就是一顺百顺，所以啊，我必须好好感谢您。顺利就好，我就放心了。罗警官，咱别站着了，喝茶去吧。好，喝茶。这边请。周警官，您难得来一趟，今天必须给你喝壶好茶。嗯，好好感谢感谢您。好，来。哎，其实我今天来。是想求你帮个忙的，咱俩自己人就别说求不求的了。好，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您尽管开口。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想请你给一个人安排个工作。谁呀？前提是，你厂子里真的需要，不勉强。
他是您的亲戚吗？说出来，这个人你肯定知道。啊。白志强。周警官，按理说，您说话了，换作是别人，我二话不说马上把他招进来。可是白志强这个人他不行啊，他就是一个小地痞流氓。我这厂子都是做外贸生意的，那产品都是值钱的东西，他在这我心里不踏实呀。将心比心，那换作是您，您会踏实吗？白志强的名声是不大好，不过他的本质不坏，讲义气。说出来你也许不信，罗塘村有个丁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亲人都不在身边，她一个人独居，这一年多来都是白志强在照顾她。从这点上来看，白志强其实挺善良的。有时候啊，年轻人的善恶就在一念之间，你如果拉他一把，也许就能改变他一辈子。嗯，您说的呢，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吧，龚总，这样吧，你不信任白志强，我就舍下我这张老脸来替他做个担保。以后如果白志强出任何事情，他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我来赔偿。周警官，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答应，那我也太不给面子了吧。我给大家安排一个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认真负责一点，可能还需要加个夜班什么的，让他过来先试试，你看怎么样？那龚总，我这就太感谢了。您就甭跟我客气了，但是有个事儿啊，我得跟您说在前头。你说。白志强手底下有一帮小兄弟，您知道吧？知道。那帮小兄弟都是小地痞流氓，他要是真心想在我这儿好好干，以后可不许跟这些小兄弟再来往了啊。要是被我发现了，周警官，到时候您可别怨我不给您面子啊。龚总啊，如果我说如果啊，你把那帮小兄弟都招进你们厂子来，怎么样？周警官，您别跟我开玩笑了，好吧？我求您了啊！一个白志强已经够我受了，您再跟我整个红志强、黄志强、蓝志强，我哪吃得消啊？你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就随口一说，别往心里去。来，再喝点茶。干嘛呀？没毒吧？鸿门宴啊？坐吧。恭喜。你真给我找着工作了？我们尽力了啊，但你那帮小兄弟的工作可能还在等等，目前来看还有点困难。咱们之前说好的，我跟我兄弟一块工作，我就去，我自己不去。我愿赌服输，好吧？你要愿意的话，我现在就叫你一声大哥。但你自己心里清楚，如果你们有技术的话，早就找到工作了。我师父为了你这工作可是跑断了腿，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去不去吧。我没什么考虑的，光讲义气帮不了你兄弟，只有你有工作了才有可能帮到你兄弟们，你做得好，别人才会对你刮目相看，你的兄弟们才有可能有工作的机会。如果你把这次机会放弃了，还和你那帮兄弟们到处瞎混，你只会一辈子没出息。哎，行了，别跟我说这。那你觉得你现在活得有意思吗？被周围的人像臭虫一样鄙视。我知道你当初也有自己的抱负，
也想成为被尊重的人。但凡事都是从小事做起的呀，我师父可是拍着胸脯替你担保的，我们都相信你能做得好，有你做榜样，我们相信你的兄弟们也能做得好。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大一个馅饼，说吧，有什么目的？我能有什么目的啊？我是警察，我就希望你少惹事儿，少给我们警察添麻烦，好好上班，好好工作，好好做人。怎么着，表个态吧，去还是不去？行，你只要不是耍我，我去。你马上要去工作了，好好把自己收拾收拾吧。打住，我自己有钱，用不着花你钱。行了，别送了。好，武有长亭送兄弟，今有长亭送强哥。祝强哥工作顺利。强哥，嗯，有机会给我们兄弟几个找个工作啊？从老家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了，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喝的，我挣多少钱的都是咱们的。晚上回来等我吃饭啊。强哥威武！强哥威武！强哥威武！哎，你来干什么？今儿我强哥第一天上班，别找事儿。哎，回来，好了，没事儿啊。去吧，回吧。什么情况？不知道啊。那强哥怎么跟个警察走？王警官。哎，工作。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我知道，白志强，大名鼎鼎啊你。我这么有名吗？好了，从今往后啊，就算从零开始了。你啊，得好好感谢龚总给这次机会啊。咱们可事先说好了啊，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也要自己好好努力。试用期3个月，干不好照样走人。你听懂了吗？放心吧，不会让你俩失望的。行，那你好好干。工作，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我送送你。嗯，你呢，在那等一会儿，一会儿有人给你办那个入职手续，好吗？啊，走，你吧。你叫白志强对吧？啊，对。把你的身份证给我一下，我拿去复印和存档。这是你的合同，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上面签个字。我签哪儿啊？在最后一页。这是你的工牌，这是你的门禁卡，这里还有打卡考勤制度表、作息时间表，还有仓库的管理流程，你可以都看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去办公室找我，我叫乔雪。王吉祥，哎，秀嫂，吃了吗？还没呢。干嘛去了？你猜。我去送白志强上班了。是吗？真办成了？嗨，也不是我办成的啊，是我师傅啊给介绍的工作，在宏大制衣厂工天河那边。那也是你的想法，不错啊，值得表扬。哎，对了，秀嫂，你上次跟我说的那本介绍枫桥经验的书，你给我介绍没有？书的事我帮你想着呢。这两天不是没回家吗？等什么时候回去了借到了，给你带回来。得嘞，谢谢陈总。吃饭。这个学校看着挺不错的，但是会收白志强的十几个小兄弟。事在人为嘛，我可以去跟学校协商一下。聊什么呢？哎，师傅，
王继祥想帮白日强的十几个小兄弟找工作呢。胃口不小，他那些小兄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找工作有那么容易吗？师傅，您说的对呀，这工作确实不好找。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啊，天天游手好闲，我是真怕再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只有给他们找到工作了，他们才能稳定下来。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师傅，这次呢，我想这样来解决。王吉祥想让大家先去培训学校培训一下。白志强那十几个小兄弟啊，有脑子有体力，但是就是没学历，没什么专业技能，所以啊，工作不好找。我们刚才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宁州市职业培训学校啊，有好多好多的专业，比如说什么厨师啊、货车司机啊、仓储管理啊等等。王吉祥想让他们先去学门手艺。因为罗塘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要是在这些流动人口和外来新居民身上。关键就是要让他们有住房、有工作、安居乐业，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到罗塘新区的本地居民当中。嗯，您觉得呢？可培训学校需要考试吧？他们能考得进去吗？这个可以跟学校协商嘛，让他们代培十几个人。哦，代培？培训费从哪儿来啊？这就得需要老同志亲自出马了。好主意啊，物尽其用是吧？就这样，愿为你种下一枝一叶一花，小桥流水人家，比邻胜过天涯。风再大，请别害怕，幸福就快要发芽。天空的宽广，是为了鸟儿自由的飞翔。大海多浩荡，鱼儿游得好欢畅。欢乐忧伤，你的向往都深深埋藏我心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寻常。